比利现在有一个松冷却的插件，就是两个技能都可以冷却。我们来试试看。看，超强欸，杀小啦！你有看到我那个低头吗？哦，母亲的住所中风。如果在母亲的住所也可以聚得很好的话，那代表自杀手真的很强。有欸，交的果断，可以欸。就是挂，先来一个灾祸，第一挂都可以挂个灾祸，二三四挂就再考虑一下。光加速吗？感觉有。举到你喽！差一点欸，这人活了。哎呀，这红树林专有的这个草真的很烦。这刀没聚到，看这刀没聚到也太夸张了吧！我感觉刚那刀就是要聚到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哇，撞树，大失误啊！哇，他怎么都开这种白痴短板呢、啊？这个白痴短板是真的很白痴哎、欸。有没有？终于找到猎物了。这把就缺猎物，挂那个阴森拥抱。哇，在空中好难控哦，在空中想甩甩不来了。
这轮大巫玩得很爽哎、欸！玩爽没？这就够啊！地到你喽！全场锁起来真的很舒服，真的有没有？全场锁起来，放倒，不过。然后再聚过去，啊啊！知道你啦，哈哈，抓去过啊！这是现在比例不讲理的地方啊！冷却超快，速度也快，充能又快，到底还想怎样？车祸啦，没错。狗狗奶油，感谢五个月，感谢五个月。抓起过啊！哇，这才是比例该有的强度啊！好猛，真的好猛！我想要甩，真的太难了啦，在空中。在空中感觉它会有一点僵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连续撞了两次一样的地方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点到你喽！抓起挂！啊，想当年我那个比例也不是白玩的、啊。哦哦哦哦哦！哭啊，差一点点，可惜了，那真的很可惜。游戏结束。哎、欸，那一刀真的差一点甩过去，差一点点。成功试杀，有料。我只能说，现在比例真的有料。我记得列队也是不能改的啦，所以就在大厅改最保险。对，选角那边试一下。呜呜呜！为什么？它多了一个脉冲的感觉。它视角会大幅度的缩放，可是它好像还好，这个应该不太影响手感。对，我感觉它甩的是差不多的。
你怎么跟我这些奇怪的东西啊？他想要改什么？不对，好不习惯哦！我的天哪，我知道了，会有手感上的问题，好不习惯哦。